夏董，我知道你从来都没有完全信任过我，在所有人面前我只是一个攀龙附凤的穷小子，我也希望能够在所有人面前得到证明，我靠我自己是可以做事的。我哪天在生意上背叛我，也都是为了想进乔家。你进了乔氏又怎么样？你现在到了乔氏，我看没有一个人不恨你，没有一个人相信你，有人支持你吗？有吗？夏董今天真是出手大方啊，开了这么好的一瓶红酒。以前我在华朗的时候都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啊。开酒要配合时机啊。那不知是夏董识人的眼光提高了，还是品酒的眼光提高了。哎，不是也喝到了吗？夏董，今天中午谢昭后夫子在，有些话不方便讲。你好像对谢创有意见啊？谢创那小子野心不小，要是让他掌权了，肯定让我做他的副手。先别想这个了，肉拿到之后才能赚了钱啊。我没想到徐夫人也留了一手啊。哎，你跟徐夫人签那么大的合约，乔金帆会不知道？如果正好是在来凤仪醒来那几天谈妥的呢？您觉得这个合同怎么样？要从前景上来看，不输给凌天计划。我想把这个项目跟华朗集团签，也算是我还您的一份恩情吧。什么条件啊？我要跟婉晴结婚。你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，怎么你是要晚清做小啊？以前是我太幼稚了，被来雪给骗了，放弃了晚清。但是我现在不会了，我绝对不会放弃他。至于我自己的问题，我会尽快处理干净的。真的愿意放弃乔家女婿这个头衔？可能以前这个头衔更多的是荣耀，但是现在带给我的是无穷无尽的麻烦。那个婉晴的脾气你也知道，她现在心里想的只有乔金帆一个人。那就多麻烦夏董您了。还叫我夏董？来来，妈，饭好了吗？饭马上就好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婉晴，乔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回去开会，你还在这喝红酒？我只不过是一个员工，帮不了什么忙。今天我跟夏董谈了合作上的事情。穆凌天，你也太墙头草了吧。爸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之前不是跟他也合作过吗？他是怎么背叛我们家族，怎么欺负婉婷的，你忘了？哎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共同的利益，懂吗？来，吃饭去。凌天啊，多吃菜啊，来，多吃点。谢谢伯母。乔氏那边现在怎么样了？保险公司还没有调查事故的原因，就算赔偿也弥补不了这次的损失。乔氏这次的股价
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新低。那乔军帆怎么样？他一整个下午都跟乔董还有静媛在开会，这件事情也只有静媛能够帮上忙。乔董还决定把乔氏大楼还有乔氏大宅抵押出去，乔金帆呢也已经把自己的私人公寓给卖了，抢救资金。就这几个项目。哎呦，这回赌注可是下大了。人家都是做大生意的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来，凌天啊，来，就你呗。啊，来来。那个婉阳啊，你看你爸今天多高兴，来干一个。嗯，我没觉得有什么事可以高兴的。婉晴，你喝多了。我没有喝多。你放开我。婉晴，我非常想你，你知道吗？我警告你，你别太嚣张，这是我家，你要敢再动一下，我就叫人来。我当然知道这是你家了，不过我猜，就算我对你做点什么，你爸也只会睁只眼闭只眼啊。你卑鄙！嘘，这里没人，让我们讲几句悄悄话吧。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。怎么会呢？我们可以回忆回忆过去啊。以前，你不是说一辈子只跟我吗？你只爱着我。怎么？现在这么快就变卦了？只不过是一个吻嘛，你没有必要为你那个即将抛弃你的人守身如玉。再说了，他在乔氏跟静媛好着呢。我不想听你说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怎么就不想听了？婉晴，你怕什么呀？该面对的早晚都得面对。你为什么总是为他人做嫁衣呢？我真不忍心。不过，你放心，我还是爱着你的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别忘了，来雪是你老婆，她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我怎么会爱上那个恶毒的女人呢？要不是她骗我，咱们也不会分手啊。我只爱你，也只有我才能配得上爱你。幸好你跟那个乔金帆闹掰了，因为乔氏马上就要完蛋了。乔氏不会完蛋的，至少还有静媛可以帮乔氏。你还真天真呢。就算静媛帮他，也只会让乔氏死得更惨。你就等着看好戏吧，等着那个高贵自负的乔金帆怎么变成彻头彻尾的穷光蛋。没事儿，可能你一时接受不了，我等着你，我等你彻底的死心了，重新回到我的身边。你别碰我！穆凌天，你干什么？婉晴，你没事吧？金帆在哪里？他现在和王昭那些朋友在谈资金的问题。到这个时候，谁会把钱扔进来打水漂啊？我让你跟踪静媛的前夫，跟踪的怎么样？这个聂小岩呢，基本上属于一个烂人，生活不太检点，但是在投资管理方面还有点天赋，经常出入证券交易市场。以他这种投资的性格来说，如果金帆和静媛有进一步发展的话，
他会出手敲诈。如今救到乔家的就只有静远了，不过要是弄不清他跟前夫的关系的话，他的资金就救不了乔氏。乔董，真的要让金帆和静远结婚吗？这是以大局为重的关口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，只要不牵扯法律上的问题，让聂小年知难而退，在离婚书上签字，那金帆跟静媛的婚事就水到渠成了。进来吧。什么事？说吧。老太太找创少。哦。哎，你先出去吧。好的。失火和抵押乔氏大楼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老太太啊，给她一些正面的消息。明白。嗯。奶奶。创，来坐下。哎，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哎，还行吧，就是一时急火攻心，再调养几天，没事儿了。公司最近怎么样？公司啊，公司好啊。乔董力挽狂澜，雍雅水岸一开盘就卖了个满堂红，公司的流动资金问题也解决了。你这臭小子，你还在我面前欺上瞒下。你不让我看电视，不让我看报纸，就把我隔离了？没。是谁教我看手机报的？我。哼，这些问题您就别再操心了，出事了我们来解决，好吧？你怎么解决啊？除非是把乔氏大楼还有乔家的大宅都抵押出去，要不然呢就让金帆跟静媛结婚，其他还有什么办法？实在是没有更高明的方法了。哎，这真是劫数啊。在取真经的道路上不少小妖小怪，以往呢都战胜了，这次看来真得求救兵了。您的意思是？创啊，你从小就跟金帆在乔家长大，我呢早已经把你算作我们家的孩子了，你是不是也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了？奶奶，您下一句是不是要说自家有难怎么能袖手旁观？跟我就别客气了，有什么事您就吩咐。我呀，现在最担心的是金帆旁边没有一个人能帮他，我总觉得莫宁天这个人哪有点阴，来雪呢又跟金帆的关系搞得不是太好，我怕他的心呢不能向着乔家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我会永远保护金帆和明娇的，用生命。真是好孩子。小常，这关键时刻你不助老爸一臂之力，将来乔氏的所有财产就让莫凌天一个人给吞了，现在命运在助我谢昭后一臂之力。你要真能跟明娇结了婚，那你就是乔氏正式的女婿，你比莫凌天值钱多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从小把你放在乔金帆身边一起长大吗？我就等着这一天呢，我让你取代他。他不走了。他救了吧？我去问过了，说里面的轴断了，要换。那是咱俩的信物，
坏了多不吉利啊！你说，这不会预示着什么吧？是不是说明他没有心跳？他死了？信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壮，这段时间我真的好害怕。来凤仪醒了，妈每天都像在等着宣判似的。哥和婉晴分手了，奶奶又病了，公司里出了那么大的事，爸整个人都苍老了。我总有一种感觉，乔家就快撑不住了，怎么办？我不想任何一个我爱的人离去。不会的，乔家撑得住。壮。结婚吧，我哥不一定会娶静媛，这么一闹又该刺激到奶奶了。如果我们结婚的话，爸和妈也会踏实一些，你也能安心地帮我哥。我知道只有你永远不会害乔家，只有你永远都会保护我跟我哥，对不对？喂，你看啊，对，是我，是他吗？嗯，应该就是他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咱们过去吧，不要楼房，要别墅，那种带花园和游泳池的别墅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忘带房卡，上不去楼了。哈，这样啊。嗯，请问两位小姐住在几层啊？先生几层，我们就几层了。哈，那请。哎，你们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们干嘛的呀？不准拍，不准拍，不准拍，别拍！哈，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啊，还这个还玩构图呢。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你啊，我认识你。你不是乔金帆的助手谢创吗？嗯。你来这干什么呀？啊？想设计陷害我？啊？就这个把戏也太小儿科了吧？嗯？你他娘的，你这个王八蛋！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今天你拍到的这些照片马上要还给我，否则我让你们这些人全家死。看吧。过度惊慌，带他去洗手间洗个脸。你，好嘞，你敢？别那么多废话，干什么？起来吧，你起来，你走，你干什么？装死猪啊！轻点儿。聂先生，我呢是一个斯文人，只有碰见卑鄙小人的时候，才会把我骨子里肮脏的小手段拿出来展示一下。声明，以上事件只与我谢创一人有关，和这个国家、和乔氏、乔家还有乔金帆没有任何关系，听得懂吧？少他娘废话！你要干什么？签个字，跟金元离婚，一口价3000万。
原来你们大费周章为的就是这事儿啊，让我和他离婚。不可能。你们不可能得逞的。以他的身价就值这个价钱。我如果不在这上面签字的话，我就是他的合法老公。哦，他的所有家产都是我的。知道吗你？如果他真的想要离婚的话也可以，那我起码要5亿。否则的话，我宁愿和他同归于尽，我也绝对不会放他一条生路。那如果剁一个手指头下来按个手印，是不是也可以生效？你敢？开个玩笑，干嘛这么认真？是这样啊，如果把刚才那些照片和视频拿出来的话，再找一个专门打离婚的律师，到时候你一分钱也拿不到。光是诉讼费和律师费已经足够让你倾家荡产，真的。你懂不懂法呀？照片是不可以成为证据的，照片可以随便合成的。也是。那静媛被你虐待的体检报告呢？你们还真是煞费苦心啊。那当然，专业精神。你欺负静媛一个人在国外举目无亲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也欺负你孤掌难鸣。如果你想不通没关系，我可以每一天阴魂不散的用各种下三滥的小手段和你过招，我甚至可以和你一起坐牢，只要能盯死你，不让你欺负静媛。哼，你这么维护他，是不是也和这个贱人有一腿啊？我呢，从小就认识静媛，所以我不允许你欺负她，听见了吗？不允许。你这种人，我给你3000万，那是你祖上积德。我建议啊，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烧炷香，好好拜拜祖坟。好，3000万就3000万。行了，哎呦，来吃饭吧，我给你做了点稀饭。啊，饿死我了。哎，看看。这条消息你是不是用钱让他们登的？哎，讲那么大声干嘛？别让他们听到。我要把这个新闻做大。哼，乔氏股票今天肯定还会再跌20%，我已经派人一点一点收了。等他们知道香港那块地没用之后，那乔氏大楼跟住宅都抵押出去，没有资金周转，好戏那时候才开始呢。那你手头的流动资金怎么样？够用吗？要不够，我把我的私房钱拿出来给你。我帮老庞甩了香港那块烂地，他已经给我了。哦。哟，儿子起来了，来吃早饭。爸，看什么呢？啊，早。早。婉晴啊，来吃早饭。爸，您看新闻了？听说乔氏的股价又跌了。你看，婉晴幸亏是当机立断，要不然乔家要是破产了，那还不把我们也牵连了？乔家还没破产。我是说，你要是跟他们有关系的话，他们说不定这个时候啊要向我们借钱的。金帆不是这样的人，就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都卖掉，他也不会上他未来丈人家来借钱。形势逼人呐，现在乔金帆已经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人了。你看，今早的娱乐版仍是乔家当主角。婉晴，没事，这种男人不值一提。怎么，你对他还有什么幻想？我告诉你，他如果还算一个男人的话，他就不该为了你放弃他整个家族，放弃他的权利和地位。
金帆他现在不是还没有承认吗？他到今天为止只是花边新闻。再说了，搞不好是乔家的乔继云在外面得罪了人，他的对头花钱做的手段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上班去了。你是听到了什么还是看到了什么？啊，说啊。好心情都被你给破坏了，我吃不下了，吃饱了。今天早上，乔氏的高层在电台及电视台节目里澄清了乔氏的经济状况。辟谣以后，股市开市，乔氏的股票恢复了12%，后期呢还有支持。加上静媛小姐提供的大笔资金已经填入了股市，上午前就该稳住了乔氏的股价。各位，我让大家看过了早报，相信各位已经关注了有关我们乔氏的新闻了。我已经向外宣布了金帆和静媛成婚的消息。啊，这太好了，恭喜啊乔总。静媛小姐，恭喜恭喜恭喜啊。恭喜静媛，人生总是那么曲折，绕一圈又回到原来的起点。乔董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跟金帆再商量一下吧。我觉得没这必要，他哪是个懂大局的人呢。这新闻谁登的？字字清楚明白，我不想多费口舌。是我叫公关部发出去的。你们发之前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金帆，乔董这样做，我想是因为想让外界认为我们乔氏是没有债务危机的。我问你，这个户你会注册吗？会去拿证吗？当然会了。你以为我拿人家警员开玩笑啊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这里是公司，你不要胡闹了。你拿我当什么了？现在在开会，所有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。那是我乔金芬的事情，轮不到你来拿主意。我也不多说什么了，你现在立刻回去准备一下中午的新闻发布会，面对记者的时候你的回答必须是你和警员即将成婚。静媛好像还没有离婚呢。金帆，聂小妍已经在协议书上签过字，静媛离婚的手续我已经帮她办好了。你再说一次。我说静媛离婚的手续我都帮她办好了。我为什么不知道？我现在说不是一样吗？跟我出来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这件事情是你爸妈奶奶还有明娇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不能推。你现在帮他们做事了是吗？叛徒，枉我那么信任你，枉我拿你当兄弟，你出卖我。全天下都能说我谢创出卖你，我不能让任何人说你乔金帆出卖乔氏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我是你，娶静媛能救乔氏的话，我马上和明娇分手。如果我跟婉清分手，
那婉清怎么办？我现在最在乎的就只有婉清。对不起，没办法。你知不知道今天早报头条是谁搞的？夏政郎，他最近动了大笔资金购买乔氏的股票。你以为他是在为婉清准备嫁妆吗？你跟婉清永远不可能在一起，因为她是夏政郎的女儿。那我就离开乔家，他离开夏家。从他看见静媛亲你的时候，他的心已经死了。这件事情我会和婉清解释，就算你们逼我和静媛结婚，我还是会和他离婚的。好。你知不知道乔氏今早的股票靠谁的资金才稳定下来的吗？是静媛。他和乔氏非亲非故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就算那是以前的事，那现在呢？现在乔氏危机存亡，你为乔氏做什么了？你知道静媛受虐待，你为她做什么了？就连让她顺利离婚这点小事都是我替你做的。我没有求你做什么。静媛救了乔氏，也就挽救了你，还有你爸。你放屁！我真想替奶奶揍你。奶奶说了，乔氏不能败在你手里。别让他失望。金帆，我知道你不愿意娶我，我是不会逼你的。我不想你为了帮我而娶我。我没有家，所以我把乔家当成了自己的家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逼你结婚的。叔叔和奶奶那边，我会自己去和他们说清楚。静媛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脾气不是很好。我知道你人好，我也知道你是为我好。待会儿的现场发布会，你如果出席，我会和你一起出席。我们的婚事，不管你承认或者否认，我都可以附和你。我不想你因为我再有一点的不开心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些，金帆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决定。听说你把天宫都闹翻了。奶奶啊，你才刚刚好，公司的事你不要担心太多，没事的。静媛的婚事啊，是我做的最后决定，你不要怨你爸，你也不要怨静媛，她是咱们家的贵人。金帆啊，男女之间的爱情就是造物弄人，身不由己。有些人只能做男女朋友，没有夫妻的缘分；有的呢，有夫妻缘分，但是没有子女的福分。你和婉清可能就是第一种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带你坐飞机，那年你只有6岁，是乔氏在香港上市，你好激动。当时你跟奶奶说，等你长大了，你要把乔氏在中国上市，在东南亚上市，
在美国上市。奶奶听了你这句话之后，在心里没了20多年呢。奶奶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乔氏是乔家五代建立的基业，你可能没有回忆，但这是奶奶一生的功课。乔氏大楼每一块砖瓦都来之不易呀，可是要摧毁它只需一招啊。一会儿你是否出席发布会？说什么话都不要紧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奶奶心里最疼爱的宝贝孙子乔金帆。奶奶不说了，奶奶累了，我挂了。奶奶，哎呀，是我老眼昏花了吧？怎么这么一大早？来，我家乔明娇小姐就把早点给我送来了。奶奶，你也太没良心了吧！在您生病的这些天，哪天都是我坐在床边守着您，今天精神好了就嫌弃我了，是吗？每天在床边的那个白衣天使。就是你呀。奶奶会开玩笑了，说明病好的差不多了，怎么不在床上多休息休息呢？哎呀，躺在床上久了就腰疼，我想起来活动活动。奶奶看了3遍你哥在乔氏发布会宣布跟静媛小姐结婚的影碟，什么病都好了，你妈那边还等着看呢，我赶快给她送过去。哎呦，奶奶，先把粥喝了吧。哎，你这些日子在我这儿当特护，已经好久不去上班了吧？嗯，其实我有点逃避回杂志社见婉晴，我怕我一出现，又触发了她的千头万绪。哎，婉晴哪有像你那么脆弱？这女孩啊，才是真坚强。你哥这几天怎么样？他没出声，应该在忙公司的事吧。放心，谢川会替我看着他的。嗯，奶奶，奶奶今天气色不错。哎，人呐，能大难不死，从鬼门关走出来，也真算不容易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哼，今天天气挺好。你反正也不上班，那你陪我去看个朋友吧。嗯，来，先喝粥。嗯。奶奶，为什么您要带我来见来凤姨啊？因为你长大了，况且呢，你跟来雪在美国也认识，来凤姨呢，一向对你也不薄。自从那天来雪来家里闹事之后，你跟妈都沉默了好几天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？啊，你来了。嗯，坐吧。乔老太让您久等了，明娇也来了。凤姨阿姨，身体恢复得怎么样？没什么大碍了，听说你也生病了，真对不起，我都没有亲自去看您。不要紧的，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您的菜。我真的没想到你还愿意来见我。啊，
我还有几天就回法国了，恐怕这辈子也不会再回来了。不管乔老太您今天跟我说什么话，我都会以平常心听着，因为我珍惜我和您这最后一次见面。嗯，那我就代表我们全家祝你在法国有新的生活。明娇啊，嗯，我今天要带你来就是让你帮我记住我答应凤仪阿姨的事，以后就是我不在了，乔家上下也要按照我今天说的去做，你一定要好好听着。不管来雪从前跟你做过什么，他对你有过什么，从今天开始，来雪你一定要把他当成亲姐姐一样对待。曾如果我们没遇见过，你是否还有另一种生活？梦长出了翅膀，飞了多久，找到了另一颗心，才能安静的降落。原来海的尽头还有片天空，你始终牵着我的手，想停止漂泊，在遇见了你以后，就让我紧紧陪着你一起感受，看天空，我为你挂满了云朵，相爱过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，要相信还是一种收获。一路上你和我还有好多的话想要对你说，看天空，我为你挂满了云朵，相爱过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，要相信还是一种收获。一路上你和我还有好多的话想要对你说。